有发脸书挺李彦秀委员，是不是希望就是党内挺同的这个议题不要再内耗？当然不要再内耗嘛，内耗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你党本身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定，说你一定可以怎么样不可，没有基础党纪的事情，就是要委员这个能够个人的意志去行使出去。那你在这个同婚的议题，本来就是不具有这个性质，每个人有他不同的立场和理念，我们都要那你最后可以去做。所以党内不要再做任何腐化的，让党对立的一个情势出来。所以希望最后都要尊重党的这个立法委员，他所做的之前行使的一个结果。回到中常委这条提案，那是中常委的个人的意见，他能够有什么做？希望大家不要再为党纪上更多的困扰。那个韩市长之前有说过，他当立委的时候都会花天酒地。那你当时的那个时候，那个立委们都会到别的地方招待所去聊一下吗？有的，立委，当时的情况是蛮多的。多不多我不知道了，不过我们同会真是有这一个情况的现场。